心情很好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啊，你会打马赛克对不对？只要答对一题的，你就可以稍微转过来22.5度。好的。答对八题，成功转到180度，面对我们宣传任何你想宣传的事情。哇哦！好，《森林之王二》有入围过金曲奖的选手啊？森林之王哦，有，哦，那个啊，谁？那个。王彦威，好，22.5度，好，大概这样。在第一集的花絮的快问快答里面，萧敬腾跟林宥嘉最喜欢的乐团是哪一个？那个，哎，我说八大人，反正他们没有讲到狮子合唱团。最喜欢的乐团，一二三，五月天。好，答对了。请问露露今天心情是不是很好？好啊，答对了。这个哪是要答案啦？下一题哦，好。那请问心情很好，是因为五月快到了吗？我爱大家。合约那个只是什么身外之物，我人跟心都是在这里的。好，先不动。说出五个曾经来过森林庄的飞行导师。太简单了吧？好，周汤豪、蔡依良、信、潘玮柏、杨丞琳。好，请用三个成语来形容 Coco 李玟。哇哦，婀娜多姿。哇，叱咤风云。哇，这个很高级的成语哎。有吗？我一定要想一下厉害的。Fabulous, astonish, excellent. OK. 我想炫我的英文怎么样？不炫 you can't. 他的歌声，上拳必落下黄拳。好，请用三个负面的成语形容。我可以转了吧？还没。用三个负面的成语形容。三个负面的成语啊？这题目是这样，没错。哦 ，OK。大神会设计题目吗？百步从军，木兰舞掌裙，风韵犹存。你年纪那么小，犹存个屁呀！好难哦，为什么很难吗？为什么都是好成语？尖嘴猴腮，尖嘴猴腮啦！请把这个成语还给陈汉典。真是尖嘴猴腮。好，失败。好了，两个。失败了。哎呀 ，Q。再来，《森林之王二》里面哪一个类型的动物最多？哺乳类最多啊。答对了。最后一题。请讲出《森林之王一》总冠军是李友廷，请问他当初代表的什么动物呢？很难吗？他是猫吗？猎豹？不是，狗？企鹅？谁知道是企鹅啊？太不适合了吧？超难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稍微这样看看转这个角度。好，那最后就给你30秒的时间。刚好这角度是我最好看的角度哎。很好，摸摸心机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是企鹅，但是因为我想转回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我最好看。好的，就是说呢，虽然说在这个森林之王里面大家都很会唱歌，是干嘛什么也没的，但是可别忘了我是歌手哦。虽然说有时候上台唱的没有很好听，但是因为麦克风的问题。对，所以我接下来也要出了一个完整的专辑，当中有一首歌。就是《森林之王》第一季表现非常杰出的同学帮我写词跟曲制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当天录影的今天的隔一天，我就要去。会发行新专辑就对了。对，一定要在今年发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月？喂，没有啦，没
东西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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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写好了。OK， 对对对对对，谢谢露露，对谢谢。